哎，请问你在干嘛吗？你有听到我在说话吗？我想自杀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……啊？你是用你的牙刷你想跳楼？这么烂的理由？有意见吗？反正你不懂啊。我是不懂啦，不过那边很危险耶。喂喂。为什么要打人？因为你想推我，我是想要救你耶，那你明明说你要自杀，反正不准碰我。那你什么时候要跳？我还在准备，准备什么？不用你管。那你打算站在这？你只是在耍脾气吧？你不觉得这样很无聊吗？喂，啊？想滚！又要换牙刷了。那个小鬼果然去死！我最讨厌女生了。